香港嘅本身係一個感染嚟嘅，佢係一個我哋知道係一啲嘅真菌感染咗啲皮膚嘅表面，咁形成一個嘅皮膚病。咁香港嘅本身咧嘅成因我哋知道好多啦，好常見就係一啲嘅環境因素啦，譬如潮濕、熱嘅天氣會引致啦。咁另外病人自己嘅因素都有嘅，咁譬如啲病人比較多汗啲啊，或者有啲病人有啲特別嘅病，譬如話糖尿病。會比較容易啲，會要有一啲嘅因為個抵抗力可能爭少少，有啲咁嘅皮膚病嘅滋生。咁至於個病本身有冇遺傳性，咁基本上係非常非常之低，因為我哋知道依個係個皮膚嘅感染，主要係啲外在嘅環境因素居多。香港嘅患者個症狀好多時第一個咧就覺得雙腳有啲嘅痕癢啦，好多時痕癢嘅位置喺啲腳趾啦。或者腳板都可以嘅。咁另外，如果檢查嘅時候睇咧，我哋有機會咧見得到，可能喺個表面有啲好特別嘅一啲嘅碎皮啦，有啲嘅裂紋，或者甚至乎嚴重嘅病，我哋見到啲皮膚紅咗啊，或甚至乎有啲碎珠，都有機會咁嘅情況。如果咁樣咧，我諗病人就要即係揾專科醫生去睇一睇，做一個適當嘅斷症。香港腳的治療其實就是有機會可以根治的，因為很多病人有個誤解，以為香港腳就一定是一個長期的問題，其實不是，不過只不過就病人和醫生之間的配合。第一樣就是患者可能他可能生活上有些轉變，沖完涼可能要真的徹底抹乾淨腳，嚴重的病人可能甚至乎要用風吹乾淨的腳。如果有些病人很大汗的話，日頭上班我們可能建議要換襪，咁如果啲鞋係污糟，可能嗰啲鞋要換咗佢啦。啊，啲女士有啲好靚嘅皮膚，可能都要考慮要做消毒啊、清潔啊。如果清潔唔到，可能就真係要抌咗佢啦。咁另外關於藥物治療咧，我哋主要分開兩方面嘅。第一方面外用啦，我哋一啲外用嘅抗真菌嘅藥啦，坊間常見我哋有搽嘅藥物或者噴都有。咁另外咧，如果啲嚴重啲病人，我哋需要用內服嘅，內服我哋會食一啲抗真菌藥。咁個療程其實都唔長噶，通常都係大約一個禮拜或者多少少嘅時間。咁其實治療香港腳整體咧係一個要有啲決心嘅病嚟嘅，咁先至可以徹底可以根治呢個疾病。坊間有很多一啲標榜話可以徹底治療香港腳的藥膏啊，或者係噴劑啊。咁其實咧就成效咧就真係因人而異，因為咧就唔同嘅病人有唔同嘅需要啦。因為我哋知道唔同嘅藥都有唔同嘅成分啦。依個第一個方法啦。咁第二個咧就我哋有啲病人真係好嚴重嗰啲咧，其實就搽藥嗰個效果咧係得嘅，咁所以有啲病人咧，我哋都係需要食一啲內服藥。咁變咗咧，我建議病人如果真係情況係都係比較嚴重嘅咧，就要及早去睇專科醫生啦。因為你如果將個病去更加延遲去治療嘅話咧，其實佢演變得仲嚴重咧，咁嗰個成功嘅機會更加相對會降低。日常生活上面咧，我諗就一定要病人自己嘅努力啦。咁如果真係，首先要睇一睇啦，到底自己啲鞋有幾耐冇清潔過啦。咁如果啲鞋嘅內窿講緊可能三個月半年都冇清潔過冇洗過，第一樣要做要就啲鞋要乾淨啦。咁特別啊，重點提嘅就係女士嘅皮膚啦，好多時都根本冇得洗嘅，或者唔做清潔，咁要留意啦。咁第二樣，如果係平時好大汗嘅病人咧，我都建議佢哋翻工真係可能要帶多對襪去到更換。依個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。咁另外有一個小秘訣啦，有啲病人真係腳汗比較大啲咧，沖完涼咧就要徹底抹乾淨啦，甚至乎可能要用風筒吹乾啲腳，去到令到啲腳趾罅之間咧都徹底乾爽。依啲方法咧都相信有幫助，可以減少啲腳氣嘅出現嘅。Fine Doc, your doctor is here.